至尊半夜竟然玩一个最新的手机游戏，我们开始吧。这边你要赶快哦，不然你名字就会被……就如果你没有赶快选你，它就自动进去了。这是一个最新的手游，一样是一个最新非常轻松的手机游戏。一开始也是免费可以改名嘛。角色技能背包奏章都在下面呢。那玩法非常的简单哦。那你就继续把它解下去，但它有手冲。我为"送黄金单身"的称号。这对可以领几次？OK，那这个就是它的升级方式。那你就一直解下去，可以升等哦。你可以升一下技能。也就是说，它也是有很多角色的那一种。然后用 BOSS 灯之类的东西。